主安体1260接前驱太完美了，1260可是三圈半呢。毽子后直540，接后直转体前进八，再接前团回笼。毛毛真的是进步太快了，我就看了两个自由操，我先开始对咱们这个项目的这个是不是很兴奋，非常有信心了。奥运会，因为曾经这是我们短板。后直转体900，接前直180。这一转1440，简直就是完美，我没有别的话可说。四叉90，完成一个跳步串。看他结束串，环身两周站，我以为他站稳了。就是通过这次资格赛，我觉得毛毅，我相信他已经是成为了一个。